席位第十一届第三次里监事临时会议，时间112年4月13日星期六晚上6:30，地点台中市北屯区崇德12路431号大和屋美食餐厅崇德店，主席廖俊龙，司仪张瑞元。报告出席人数：应到人数28人，迟到人数26人，抵达法定人数。请主席宣布开会。台湾歌剧文化创作协会第十一届第三次里监事联席会议，会议开始。首先我先感谢所有里监事哈，也感谢今天所参与的这些前理事长，因为我们3月19，感谢各位的力挺，我们办得很热闹，谢谢所有里监事的帮忙，还有吴组组长，谢谢。再来就是说，还有我们各组组长今年很努力把我们的3月5号，我亲自为了工作，开始。我老口味所在，您刚提醒，即马精神无啥好，开始。这一段期间感谢吴组组长的努力我们的会员人数今年已经达到279人。感谢我们。掌声一下，感谢这些吴组长，谢谢。各组都有新的会员加入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希望更努力来把活动办好。再来就是说，因为上次会议有一些误会了就是说。希望把各位的意见，充分的来回应、来处理，假如没有，你有反映问题，阮这边无记录到的，还是无回答到的，麻烦恁搁提醒一下。其实大家有迄个机会来个家，其实免客气的，就是说我们想把会务做得更好，也希望各位可以充分的。表达或提供更好的意见，谢谢各位。
圆满的讨论解决哈，啊，谢谢各位李监事，啊，谢谢前面嘉义，哦，嘉义前理事长，哦，一直都在帮忙提供很好的意见，哦，谢谢，我单改帕婆啊，刚起来走，谢谢，好，也感谢所有在场的李监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台湾歌艺文化创作学会第十一届第三次李监事研习会议。会议圆满结束，谢谢各位。